出现圣诞老人。炎炎夏日的某天，嘟嘟在家里做些什么呢？每到圣诞节的时候，穿着红色衣服的圣诞老人都会出现，并把礼物送给那些乐于助人的好孩子们。哇哦，太棒了！帮助别人的话，圣诞老人就送我礼物。有礼物，有礼物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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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哒哒，你好，嘟嘟。哒哒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没事，我可以的。我帮你，帮你。书上说，圣诞老人会给乐于助人的小朋友送礼物。嘟嘟，不用了。别的呢？有别的事需要帮忙吗？嘟嘟，圣诞老人只有冬天才会出现的呀。冬天？没错，圣诞节的时候，他才会驾着驯鹿拉的雪橇出现。现在还是夏天呢，真想快点收到礼物。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像皮卡一样飞得更高。是嘟嘟，他一定会说真酷真酷，然后把我的发明给弄坏了，得藏起来。嘟嘟，四哥你好。你怎么了？那个圣诞老人。我真的很想要圣诞礼物，但是要等到冬天呢。礼物我早就收到了，哪有什么圣诞礼物。你又没帮助过别人。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，反正我是从来没见过，从来。那是因为你没帮助过别人，圣诞老人只会把礼物送给好孩子。骗人，都是骗人的。不是的。哪有什么圣诞老人。你错了，一定有，一定有。这是什么啊？这好像是一个礼物。这还有这儿也有还有这儿，还有这儿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口袋居然破了。哎呀，吓了我一跳啊。红色衣服，难道是圣诞老人？哇，圣诞老人，真的有圣诞老人，邮递员叔叔就是圣诞老人。那这些是圣诞礼物。嘟嘟你好啊。你好。这些包裹是，哎呀，我还以为口袋破了，全弄丢了呢。谢谢你帮我找回来。嘟嘟你真是个好孩子。是的是的，我就是好孩子，肯定可以得到圣诞礼物了。圣诞老人会给我礼物对吧？是啊，圣诞老人一定会给你礼物的。哇哦，还有很多包裹没找到啊。我去帮你找回来，因为我是好孩子。嘟嘟呜，圣诞老人在这里等我哦。圣诞老人。是嘟的，跟过去看看。贾博士，嘟的，你有帮助过别人吗？帮助别人？帮助别人，圣诞老人才会给你礼物。快点吧，圣诞老人来发礼物喽。圣诞老人，可是现在是夏天啊。哇，等等我。贾博士，你要去哪？我要去帮助别人。为什么？听说圣诞老人要来神秘森林发礼物了。圣诞老人？真的吗？我也要去。听到了吗？明白。什么？圣诞老人出现了？不是吧？是真的，嘟嘟说他要来送礼物了。他们都聚在偏卡那儿了。不可能啊，圣诞老人怎么会在夏天出现呢？我还没有帮助过别人呢。那我不会没有礼物吧？不行，我也要去。
圣诞老人说要我帮他找回遗失的包裹，那可能就是要给我们的礼物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帮他找吧。啊，我也来。啊，我要找的最多。等一下，我也要去。啊，好的，跟我们一起吧。再不，我要先过去。真是的。好吧，出发。四哥，等等我们。我要找到最多的包裹，这样圣诞老人就会给我最大的礼物了。嘿嘿。哎，啊。四哥，当心。四哥，还是我来吧。啊，嘿嘿，哎，哎，哎，啊，啊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这个一定要拿到，哎，哎，哎，啊，到手了，啊，救命啊！四哥，我来救你。四哥，现在知道错了吧？包裹虽然重要，但是不可以一个人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啊！好了，达达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已经找到全部的包裹了，我们快给圣诞老人送过去吧！去吧。礼物，我们快走，我们快走。还把包裹都找回来了。圣诞老人，快给我们发礼物吧，我们今天都帮助别人了。圣诞老人？我不是圣诞老人呐。啊，邮递员叔叔就是圣诞老人？应该不是。不是的，邮递员叔叔是邮递员啊。什么？不是冬天，也没有圣诞老人，那也没有礼物了，害得我辛辛苦苦找这些盒子。邮递员叔叔不是圣诞老人吗？可是你穿着红色衣服，还带着礼物。杜达，我想可能是你太想见到圣诞老人，所以认错了。杜达，哦，亲爱的，一定是你弄错了。但是我真的以为……哇哦，都找到了，谢谢你们。等待包裹的小朋友们肯定很开心，你们做得太棒了。我们很棒吗？真的吗？没错，今天有小朋友们的表演舞会，这些包裹是要给他们的。幸好有你们帮我，总算可以完成任务了。没什么，可是总觉得很开心，贾博士，对吧？我也是。我们都很开心。哎呀，已经这么晚了，我要赶紧把这些送过去了。邮递员叔叔，让我们来帮你吧。又来？四哥这次会跟我们一起帮助邮递员叔叔的，对吧？好吧，既然你们这么需要我。我也要，发礼物肯定很有趣。我也是，今天让我们变成圣诞老人吧。帮助别人是比得到礼物更加让人快乐的事情。